芳香铺是从我爷爷的时代所创立的，在我三十几岁开始承接我父亲的这个事业的。改变经营方式的时候是大约在20年前，慢慢的把它转型跟生活用香比较相关的香品这样子。平常用香应该都是大概是精油为主，我觉得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传统，我们可能都忘记我们还有这个根。那其实每个人都点过香，也都用过香，可是我们不晓得可以拿来做生活香。其实这次香馆觉得很神奇的是，我们可以做跟这些精油一样的功能，但是它是我们非常非常传统的。那以前都是想说啊，拜拜的时候才去点香，那后来发现它其实已经把香变成一种除了祭拜以外的生活用香。他们其实已经外销10几个国家，表示台湾这个制香技术还有这个商品已经是达到国际精品的标准。我们常常追逐新潮的东西，我们其实应该回过头看，其实我们包括台湾包括我们的传统其实是如此的珍贵。我今天看完这个香铺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，创新是唯一的出路。第一个，他们坚守的创新这件事；第二个，他们又能够维持住传统的那份感情；第三个，就是他们其实还肩负了一个使命，把台湾最珍贵的这些传统文化能够落实在他的商品上，然后再把它创新发扬光大，甚至变成一个新的高经济价值的商品，让香不再仅限于庙宇，而是处处都飘逸着陈振芳香铺的好香。谢谢陈振芳香铺。